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然后这一款游戏是放置少女团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它也是一样齁，这个你在战斗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切出来齁。譬如说稍等一下，譬如说我们点击战斗，然后战斗之后呢，你可以切出来去做其他事情，譬如说像是历练啊，就是看你要做什么都可以。那当战斗结束了之后呢，它画面中会弹出这个成功或是失败，又或是直接去下一关。然后呢，活动齁送的东西也是非常多齁，这样子。那这个我觉得跟放置英雄比较像齁，跟剑远征的类型比较没那么像。那至于说我们来看现在开启的这个商店，这什么东西啊，灵力齁，灵力是做什么的。好，反正就是很多东西啊，然后刷新十次嘛，这个是突破石。突破石的话出席应该是会比较欠一点然后这个是高级召唤券啊，我们就都给他买一买好了。好，一折齁，10000块竞技的这一个齁，这边都有打折。这什么东西，寻宝凭证，什么寻宝，那就跟那个放置英雄一样嘛。然后这个价钱也是一样齁，这个是四星的肥料，也是卖180万金币齁，一模模一样样齁，这是普通召唤这样子。然后召唤是这一个，那我们先来一个召唤的这个动画。好，这是我刚刚在打这个算是主线任务。好，自动遣散，再抽一次。好，再抽一次。哦，这个都是超级肥料，再抽一次。好，紫色齁，紫色，不过这也是属于四星的角色。怎么看这个角色的这个强度呢？看这个技能数量。如果说是这个这个叫四星吗？好了，我们就当作是四星啦，传说好了齁。假如说是传说齁，四星的角色的话，它只有三个技能。那如果说是应该是三星啦齁，这个我们传说叫做三星好了。然后四星的角色它会有四个技能。那五星齁，它叫做极致传说，是有五个技能齁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应该一开始新手的这个实抽应该是一定会中一只这个五星的角色齁。我们稍等一下，这个又是四星的角色，我们看技能就知道它只有三个技能而已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抽一下。好，这些都是肥料。OK， 好，不抽了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齁，真正的五星是这个样子齁，有没有，它下面有1、2、3、4、5五个技能。然后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四星比较好一点的这个传说角色是四个技能，1、2、3、4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可以从图鉴这边看齁，上面闪耀传说齁，抱歉是闪耀。然后这是传说齁，这边它是三个技能再加上一个天赋这样子。那这个是史诗级的角色，只有三个没有天赋。那闪耀传说呢齁，四个技能再加上一个天赋。右上方还有专属装备，专属装备应该是每个人都有，没有齁，所以一般的这一个，所以说传说的话它也是肥料齁，一定要闪耀传说才会有这个专属装备好，那基本上呢，这个就非常的简单的介绍到这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概看一下齁，它会有很多的活动，也应该会送很多。但是呢，因为整个概念齁，我觉得是跟那个放置英雄齁差不多。那我已经玩了一款放置英雄，我就不会再玩一款了。那剑与远征系列的话是比较例外啦，所以大概就是介绍到这边。但是这款游戏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战斗的过程哦。首先齁，我觉得抱歉齁，年纪大了，我对于这个画面齁，我觉得他的战斗的这个角色的例会齁都比较偏小，然后这些按钮啊齁，这些图示齁，我都觉得比较小小的，所以我自己玩起来我觉得看的不是很舒服。然后你看他的那个算是新手活动，元素之塔也是一样嘛齁，每一款游戏都要爬塔齁这样子。但是他的好处是他爬塔他可以切出来啦。然后一开始它的 VIP 等级也是可以送齁。好，那这个先不管，我们先看这个什么炎黄降临哦。稍等一下，好，有没有，这个是它是送拉比斯嘛。那当时放置英雄新登录的时候是送龙姬齁这样子。那可是呢，你要启动超级月卡，那启动超级月卡应该是要储值差不多500块吧齁。我们来看一下储值哦，怎么样有月卡呢？是 VIP 吗？等一下，它很多 VIP 都是免费的，投资基金啊，刚开始啊，应该是特权商店吧？是这个吗？不知道月卡是哪一个？好，那总而言之呢，我猜啦齁，我猜这个的月卡应该也是跟放置英雄一样，
不像电影真要用买的，是当你储值到了之后呢，月卡自动会启动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可以看到我一边讲啊，我一边背景正在打那个每日任务，所以算是蛮方便的。这一点我是觉得蛮不错的。不过如果是剑远征有这样的这个功能的话，其实也不见得好用，因为剑远征的话，它不是那种你放在那个地方就可以过关的，你一定要那个摆对阵啊，然后要拼命尝试哈。所以说让你从背景去打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用。好，那所以说这个款就是新的游戏哈，叫《放置少女团》。可是就是整体画面来说，还有游戏性哈，就是跟《放置英雄》已经重复了。然后这个画面的 icon 啊，以及这个战役的这个战斗的这个画面，等一下啊，还要升级才可以挑战下一次。好，升级一下，骑士勋章哦，解锁女神哦，这个也是有女神哦哈，我那个《放置英雄》才刚玩到女神。好，看一下这个。这个女神应该也是一样啊，升级之后呢，然后你应该是可以在战斗中上阵女神哦，女神哦，在这个地方哦，有神器嘛，女神嘛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哦，还有在线奖励哦，哦，还不错哦，这个样子。好，所以大概这样子的话，这是放置少女团。那这个游戏的概念呢、啊，应该说整个系统升级系统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像放置英雄了，所以我就不会再多玩这一款。那就是介绍一下哈，看这个大家觉得是如何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T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